其实当日呢已经之前呢已经去到已经嗌佢哋着救生衣嘅啦，有晒救生衣，我有设备，系啦。跟住咧，其实佢啊，嗰个事主发生之前咧，已经系有一两个，即系差唔多雨咧，咁我哋都救咗三个嘅，即系三个嘅当日。系啊，因为佢有啲即系个个都话识游水，咁我跟住，其实跟住救完嗰三个，已经同佢哋讲我话。其实冇识游水嘅少少，即系话你唔识游水就系唔识游水嘅，系咁啊。即系佢讲佢所有人都讲清楚，叫佢哋着晒救生衣。跟住点知讲完，跟住行即系行翻入去都唔够十分钟，已经出事。你因为讲话当日个事主佢系冇落过水嘅，佢唔知系咪唔识游水。咁啊有朋友玩咁啊，佢跟住玩咁啊自己一第一下落水已经出事。因为当日个教授已经有问过佢识唔识游水，佢自己话识游水，